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判断下列命题的真假。我们看呢，第一个选项，它说若 a 大于一的话，则 a 平方呢大于一。我们哦可以呢用什么？用集合哦来判断它。什么用集合呢？就是说，让这个叙述呢成立的所有的元素所成集合哈、哦。这个呢是什么？是什么样的集合呢？是这个集合。这是一呀、啊，哦，大一，我就让这个成立的这个叙述，它的什么呢？集合就是这个，啊，这个哈、哦，让这个叙述成立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呢是什么哈、哦？这个就是 a 大于一，或者呢 a 小于负一啊，啊 a 大于一嘛哈，或 a 小于负一啊。那这个呢，如果叫做 P， 这个如果叫 Q 的话，那么 P 啊，它是包含 Q 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命题是成立的，哦，就这个集合呢，比这个集合哈、哦，要那个这个包含这个集合了，哦啊，或者是说你用带的也可以，就是说，因为呢，这个要为真的话哈、哦，就如果这个为真的话，这个一定要为真的、啊。哦、当你 a 大一的时候，你把它带进去的话，平方它一定大一嘛，为真。那假的话呢，就不考虑，为什么？因为当这个为假的话，不论这里为真或为假，这个命题都是真的。所以你只要考虑呢前提为真的情况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命题是真的。好，啊、再来我们看看呢，第二小题啊，若呢 a 平方嘛、啊、哈。大于一的话，则什么呢？则 a 大于一，不一定啊。比如说 a 的哈 ，a 平方大于一的话，我比如说我带什么呢？带那个负的负二啊，负二平方是大于一嘛？那负二有没有大于一就没有了。所以呢，这里面的元素哈没有在这里面，也就是说。这个东西哈，它是 P 的话哈，包含呢 Q， 哦，这个叙述所成的集合叫 P， 这个叙述所成就是满足呢这个叙述的所有的元素所成集合叫 Q 的话，这个它包含 Q， 所以这样过来对，这样过来的话呢不对，就不一定对，不一定对，哦，这个集合比较大，所以这是错的。那我们看呢，第三个他说，若 a b 哈，如果等于零的话，则 a 等于零，且 b 等于零。这个的话哈，不对了，这样过去的话不对，这个集合比较大。这 a b 等于零的话哈，有可能呢，这是 a 等于零，或者 b 等于零。哦，那这个集合比较大，啊，这个集合比较小，哦，就是说这个数对了哈，数对的话呢，这个集合我们叫做 P 嘛哈 ，P 的话就是这个数对，哦，这是 A B 嘛，那是 A 的话哈 ，A 等于零，或者是 B 等于零。哦，那这个相当于什么呢？相当于是这个，我们如果把它看成哈、哦，这是 A 的话，啊，这是变数 A， 这是变数 B 的话 ，A 等于零就代表这 Y 轴嘛。哦，啊，这个 B 等于零代表 X 轴，也就这个代表什么？代表两个轴的连集啊。啊，这个呢，这 Q 的话哈。它是 a b 嘛哈，然后呢 a 等于零，而且 b 等于零，这代表一点，所以 q 的话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一点，就零零了，所以这个集合比较大，也就是说 p 啊哈，它是包含的 q， 也就这样过来是对的，这样过来是不对的，就不一定对了。我这样过来的话，因为它有那个
上面的点嘛，哦，上面的点，哦，就是这两个轴的那个连集啊。啊，另外这个的话是这个交集，哦，就是说在点上的，就是零零这一点的话，它是在什么呢？这个集合上面，哦，但是这个集合上面的点的话，并不一定呢就是零零，所以呢这个是错的。啊，这样过来是对的，好，哦，再我们看呢第四个，哦，就是或者是说你或者的话你就举例啊，举例的话给它否定，比如说 AB 等于零，比如说 A 等于零，啊 B 等于二，那这样的话呢 A 有等于零，但是 B 呢 B 没有等于零 ，B 是等于二，所以这样过来当然是错了，那这样过来对不对？这样过来一定对啊。A 等于0 B 等于0的话，那 A 乘 B 当然是等于0，这样过来是对的，这样过来是错的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四小题了，第四个选项了，他说 A B 的话如果等于0的话，则 A 等于0或者是 B 等于0，这样就对了。哦，这个实际上是若且为若的关系啊。 A 乘 B 等于0的话，那么 A 等于0或 B 等于0，实际上就代表什么呢？代表 x y 轴的连集啊。那 a 等于零啊，或者 b 等于零的话，两个相乘，它一定会等于零，这是充要条件的关系。所以第四个选项是对的。所以呢，一四为真啊，二三为假。